但是应该也是假的吧？哦，这次是真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我要介绍你们一个网站，它呢是可以找小姐姐跟小哥哥一起玩游戏的地方。它叫做暴龙平台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，然后找陪玩，找你自己想玩的游戏。我一定就是找 DVD 吧，就去按你的分类，然后它就会有它的个人资料，就是多少时间多少钻石，有男生也有女生，就是看你自己。可以找炉石的来玩 DVD， 应该他们是有分类的啦，有接的人才会被归在分类在这个区域这样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找一个、黎明死线，现在有在线上的就是这一些找男生哦。可是我的游戏生活圈一直都是男生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接到这样子的一个陪玩的，还找男生啊？不是，你们之前也叫我去试试看这个啊，我现在试了，你们又说我有问题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那我就有问题这一把。你去看一下第一排第三个本人照吗？第一排第三个。真实本人照，身陷可爱，活泼多变。他是本人，怎么聊天室有人认识是？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是本人？你怎么知道？聊天室在胡烂嘴。他好像我同学，你每个漂亮的都说是你同学，太扯了吧？你干脆说你在梦中见过他算了。好了啦，不然就这个了啦。他在里面。完了，我觉得TK你会被砍。不会不会。有什么策略吗？怎么办？他要死了吗？下来救他，下来救他。好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可是我没有中标。我 remind 了，我 remind 了。哦，挡一下，挡一下。快走，快走！啊，不要！啊！我不行了。完了，又要换我下去了，哭啊！我下去，真的。不对，怎么是我？没关系啊，我有怀表，我拿酒。好，那我去开门，我去开旁边那个门。他是不是又放下来了？他把我放地上，而且我有那个边爬边补的那个技能，我很快就可以补满了。放去吧，去吧。他玩了，他玩了。开楼梯哦，开楼梯。他在抬你，你应该摇得下来吧？不，我摇晃值很低哦，我摇晃值很低，但我 re 满了。哎，可以哦，可能摇得下来哦。哎，他挂我了。靠你的钟表啦，冲冲冲！这个人很忙哦。你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边。他没斧头吗？为什么他不扔斧头啊？他有。哎呀，帮忙打！完蛋啦！他有封门啊，兄弟、快走啊！不是，他有封门，就是要一分钟后他才会打开，要等一分钟。这人是不是观众啊？干！啊！不要，对不起啊！不是，你过去跟他沟通一下，你过去跟他沟通一下。他不会砍你，他不会砍你。确定？因为我们死定了，我们感觉要被刺死嘞、那个时间。拜托，不要，拜托。怎么办？我们该不要全军覆没了吧？不是。流汤了，怎么会？被当表了。怎么会有封门啊？重点是，一定有人在搞。我跟你说，这场有内奸。是谁？我怀疑内奸就在我们三个人里面其中一个。肯定是开门的那一个，对，肯定是开门的那一个，不是你吗？为什么兔子会带刀？他没技能，感觉他没什么技能。我看来这，不要被人打开了，不小心的啦。不是你吗？不是你先开的吗？是啊，对吼，是我哎，哈哈，是我啦，哈哈，是我啦。对了，你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哦。等人上了。
他们最近一直说我换了一个麦克风，就变了个人。啊，你觉得我现在这个声音如果用听的，你觉得像是一个什么样？就大概长起来像什么样的人？哎，我的 data 被吃了。我这声音是大学生。安安，你们两个都像大学生。真假的？三 K 是大学生没错、啊，但是我离大学有点遥远。离大学有点遥远。嗯，我离大学有点遥远。我平常的运气都不太好，你知道吗？真假的？我玩游戏，我玩的那种游戏要充装备或者是要打宝都打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摇篮曲已经满了，就第一波有。你以后手机借我帮你充。帮忙冲装有那种玄学，比较容易被冲过，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假的吧，一切都是命运。那你还想帮我冲啊？说不定我可以帮你冲啊，这就是我的命运啊，这就是我跟你的命运。开心吗？那我下面那个被他踢，我修上面。哎，你封装嘞？完蛋了，我死定了，救我！在哪？等一下，我在躲他。等一下，你在这种鬼地方，救人喽！加油！你等我动，我看他有没有闪。等下他没补斧头，他杀不死我。啊！砍不到我，他砍不到我。他要去补斧头。他应该会感觉我。哎、欸，他真的追你了，那我可以下来了。你有养猫或是那干嘛？猫小孩吗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养。No。哪像你姓什么可以知道一下吗？姓什么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大概的感觉？我姓陈啊。哦，陈爸爸猫园吧，你叫陈爸爸猫园。没有，那是家里养的，又不是我，我只是负责玩猫的那一个。啊，干嘛？对不起，没看到，白痴。我是负责玩猫的那一个，可是不是我在养，就是家里一起养的。所以你是猫派还是狗派的，还是都还好？我现在是躲避哭魔派，等我躲完，我告诉你啊。OK， 你躲完了，你躲完了。我躲完了。对不对？我个人是，我觉得，我妹妹有养猫啦，觉得猫是真的蛮可爱的。那我们现在应该要出门吗？没有，我们在帮三 K， 可以出去了，我们已经安全了。哎，你也是半血哦，你居然从旁边跑过来。他居然没揍你！当然，我不小心滑出去了。滑出去你也懂哦。我不小心滑出去。你知道几年前又有一个滑进去的？几年前又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哎、欸。他姓阿吗？哦，没有。没有，没有人姓阿吧？有人在姓阿的吗？你刚可以让他砍一下，然后怀表会帮你加速。哦，你说那个怀表？对。好。三 K 居然不帮忙挡，还叫人家去给人家砍，这个男生不好不好不好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在努力的摇，在他身上摇。啊！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我怎么说？对，我也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为什么？屁啦！你不是说你很保守的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不对啊，那个不是叫摇吗？不然那叫什么啊？是啦，是摇没错啦。那个下水道在那个消防车后面。你有钥匙吗？哎呦！有一刀，开走！赶快叫警察撤退了啦。没有，小屋没有。你要看到我了，他来追我了。我看我能不能把他拉着好了。我大概知道在哪。在哪里？在我这。哦，你好了吗？没有，才刚到而已。我在猜。我们看到你蹲在门口旁边。没错。当白色的香菇。没错，我就是白色的香菇，躲在这边。滚回去嘞！哦，有。拆掉了。我们要展开救援行动了。他要去守他了，他要去守他，你们得救他，他追我。走吧，我在他旁边而已、哦。我救到了。你 OK 吗？门就在旁边而已。
哎呦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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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门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。门在。应该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还在我这个门，还在我这个门。那我要先走啦，我先滑出去啦。那我也要走啦。哎。那我也要走啦。救护车后面有下水道，马路上那个。感觉今天好像跑出去的次数蛮多的、欸，真的赞哦！今天谢谢你们。哦，对，差不多了，谢啦，一翔、啊。感谢你们。三 K， 赶快说点什么，不然你要没机会了。好啦，谢啦，拜拜，谢啦，谢啦，谢，拜拜。有男朋友啦，我有男朋友啦，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一下？旁边的歌、啊、不是他啦，我有男朋友，但他在睡觉啦，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下，我把他打电话叫起来，叫起来是不是？不行，他会揍我，不行啊，真的啊，他应该平分秋色，但是没事不要打架啊，没事干嘛打架，平分秋色应该是平分秋色啦，但没事应该是不用打架啦。